I-Dle 的宋雨琦近期推出了新作品，展开 solo 活动。他除了积极登上节目宣传，也举办了粉丝见面会。日前，宋雨琦在粉丝见面会上被中国粉丝问及是否会安排回国举办个人粉丝签售会。对此，雨琦先是给出了官方的回应，表示应该会再安排。接着，他转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工作人员后，直接大方给出肯定的答复，告诉粉丝确实有相关行程，并表示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是韩国人，笑称反正他们听不懂，因此他就直接爆料了。立刻让在场粉丝们发出兴奋的惊呼声，应该是安排了，对对，应该会有的，对。反正他们听不懂，有。宋雨琦这样的态度收获粉丝们的好评，纷纷大赞他真的很宠粉，喜欢他真的好幸福，也让相关话题迅速登上微博热搜。